谢谢，掌声邀请我们小鱼，我们带来这一首好听的《苦海如行流》哦，《闽南东马吉布鲁斯》，谢谢，谢谢。想到今日就有原因的啦，吼，想到原因呢，嘿，因为这首歌足红对无？足情，嘿，啊，不过足侪人唔知影原来这首歌的历史对无？嗯，对。啊，不过我要讲啦，好啦，你下一首歌是什么？啊，你
不是要讲？无啦，我今大家等待不耐烦啦。不要紧，你讲，好啦好啦。来，这首歌吼，这是伫咱昭和日本呐吼，昭和1944，民国58年出唱片到今卖哦。啊，迄个听讲迄个时阵吼，迄个社会很轰动，嘿，社会吼有足侪大代志发生，跟这首歌无关系。嘿啊，所以，嘿啊，什么大代志我讲给你听，像迄种迄个阿波罗11号吼，伊登陆月球，拄好即块唱片要发行的迄个月，嘿啊，所以迄唱片公司就烦恼啦，烦恼讲吼，袂安怎，袂流行，因为焦点都被那个分散去了嘛，啊，想袂到好听的歌就是安怎，不管安怎吼，就是大家拢足介意的，干爹。嘿啊，对。你看你看我有够紧张的呢。对啦，我较紧张，我手会颤。哦，好啦。啊，会颤，你有准备好要唱后一首无？有啊。啊，这首是啥点的？我嘛唔知呢。